要跟观众讲啊，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想一下要怎么做。他也是怕，我知道怕，我们都怕，可是我们要跟美女讲一声吗？你的车，大家一起加出来吗？我今天要 report 要去 police 那，是这边，就是这一边，我放是这。啊，大概，我记得有这样。没有，我们先去找外面先，找外面先。没有办法，因为锁间车是你家的咯，锁匙也是你一个人拿，这样我们讲办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ixon， 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，现在我要送出一个非常丰富的礼物，那就是传说中的 iPhone 11啦。谁想要得到的呢？快点去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礼物。快，我只跟你们讲吧，要跟其他人讲 ，OK？ 所以记得啊，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G， 然后我就会送去你的家，把礼物送给你。所以现在赶快行动，拜拜。OK， 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在最后，给他们先走前面？为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来大胆的。大胆。因为刚才你坐高六个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又想到一个 idea， 想要连续坐它。又要坐它。因为这辆车啦，其实是我们借别尼的车出来的嘛。对对对。所以锁匙在他那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，假装拍风这样偷掉他的锁匙。哇，这样也很有技巧。哎，偷掉他的锁匙之后，我就要把他车架走，给他车变不见。哇，这事情就大了。如果借朋友的车，那个车不借，对，是不是很大条？大条，而且是贵的车。这车几百千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死了。如果不见的话，他一定哭。他会绝望。我觉得他会哭啊。他应该会哭。今天要看他到底会不会哭。那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反应？我也是很期待一下，就是要做到哈。所以我们现在走，不要给他们怀疑太多。我们现在直接进去那个 mall 一起走，然后假装拍 vlog， 这样就对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找时机再偷他的锁匙啊，虽然有点难啊，可是我们要 try 一下。所以这件事情 ，Let's go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我的朋友很开心，他要去买玩具啊。哎呦，哎，你的头啊有点空哦，打的时候还有那个响声的里面。头脑很小吧？很头脑比较小，没有思考，没有思考，没有智商。有智商。OK， 所以开心嘛？我们现在要去买玩具啊。开心。你很没有灵魂的，讲话可以有灵魂一点吗？好累耶，你很累，可是你没有发现。开心啊，在一起。开心。讲，那女生你满意吗？可以讲，你很快有女朋友了。很快就有女朋友了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你要跟她在一起吗？不懂。你先跟她告白啊，在这个视频。对，我们到海拉了。哦，我们到这个玩具城了。海拉。这个玩具城很像没有什么人一样，只有我们这些大人在买，有点奇怪啊，感觉上。小孩子反而不会买。走，我们要买我们的水枪。OK， 刚才我发现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小米呢，其实没有小米的店的，没有 Velo City Mall 根本没有小米的。你盖过酱油？我没有讲，我不懂。盖过酱油？你盖过酱油？没有讲过。所以我现在有点 back check 了。我只是 back check 到来，我只是失败。你不要解释先，我不想听，就是先哦，因为你找不到小米来了。我买不到 scooter 吧，所以我们乱怪人，所以我就叫他陪我去厕所。我要去小便，去小便哦。我要小便。你看，带我走来走去，我忍不住啊，我的憋出来了。喂，不要讲这么快，我要闭了哎。不要。哎，你进去啊，我帮你拿，喂。我在外面等你啊。现在我们立刻偷他的钥匙先。哦，这个，
所以我也是要去厕所啦。等一下等他出来，我再继续拍摄。我不要给他怀疑，所以我也是要去厕所。走。现在那个蟹在买这奶茶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的背已经是做到了。OK。刚刚去厕所的时候，我趁机架给他的背给我啦，我帮他拿啦，我没有去厕所啦，然后就帮他拿背。OK。然后我也说是已经拿了，所以底下我们要去吃晚餐嘛。对。吃晚餐的时候，我们骗他讲我们要去大便，我们可以原谅。OK。要去大便，我可以。OK。然后我们直接进一层。所以就这样。所以现在这个蟹也在。要被发现了。在走啊，我们现在走进去了。OK， 我们先等一下见。OK， 现在我们介于吃晚餐的时间了。对。OK。哎，我们去厕所一下。啊，去。我要去大便，还要陪我。对，我也是要大。OK， 走啊，我们先走先。就立刻去那个车那边，直接换了。不要再等了，再换 parking 了。我也期待了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到车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再见。所以接下来呀，现在我们到停车场了，然后那个前面就是 Benny 的车，可是他有一点介意给人家看到他的号码，所以我不会给他看到。其实他的号码已经是给人家看到了。众所皆知啊。Yes， 所以直接开。走，快。Let's go。东西要。做东西要快，我觉得现在已经拖蛮久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快一点。要快一点，因为会被发现。对。OK， 我要开灯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包了。来。所以现在我们会打算把这一辆车移去那个可能比较隐秘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不会发现到的某个角落。因为我觉得我要放远一点啊，我要转远一点。要远一点。哎，有点。我怕，我觉得这里很容易迷路啊，所以你要记着。对，我要知道我放哪里才对。对，要不然我们连车都找不到。可以想象到他底下的样子啊，老实讲，大马六哥，他应该是会有我基本上，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对，你想象看，你不弄不见朋友几百千的车嘞，对，他不哭啊，我不信哦。所以。睡好，这边很美好了，我是真的想要看他哭啊，所以我才特地拍这一集的。OK， 啊，睡，可是现在我锁匙要放回给他的 bag 啊，因为他们现在在试笼子。对，就找机会放。不用紧啦，我会配合你啊，我找一个机会给你放。你要 back up 我 ？OK 的 ，OK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怎么这样尴尬？可以点了吗？啊，还没有点，你点。怎么没有点？不会点。我点。他点了。有吃辣的吧？不吃辣，兄弟。不吃辣，姜椒全麻了。对。流很多汗呐、啊，是有一点尴尬了现在，因为最近的火锅店很多人，然后就。最近的火锅店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点东西吃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吃完的时候再见。大便这样久，那有久。都找不到厕所。是啊，这边附近有没有厕所？结果这里里面就有厕所。是啊，现在是。我们等你过来，等你叫他。可以啦。其实是你会叫啦。可以啦。OK啦，我现在叫啦，我们吃先啦，不得空啦，等一下我们再见 ，OK。耶。吃完了，回家了。要回去啊！哇，逛了一整天，几累哦。很累，我都已经看到了。我们 back check 啦，小米没有什么。我们 back check 啦，你介绍的食物很贵啊。贵可是好吃啊。是啊。害到我吃牛肉啊！吃牛肉。你呢？拜关你妈不能吃。我老味。八戒直接八嘴。牛肉啊，对，八戒直接八嘴。牛肉这样好吃的东西，你竟然不吃？所以你今天活到这样，开心吗？还好啦。今天也是浓了一点，要花钱他就觉得还好。所以其实讲真的啦，对，我们做 YouTuber 的一天其实也过得是很平凡罢了，没有像你们想要这样精彩了。对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对。然后所以今天的 Vlog 其实也算差不多好了。我们现在
对不对？我们在 Carpark 找车，然后我们就要上车，就要回 South House 了。美尼，什么？美尼车都爆。哎，我锁匙哎。啊？你锁匙？锁匙。OK。所以在那里有没有？站好了，不要玩哦！在我 pocket 上 ，OK， 好。鸡巴吓死了！车没有，他车其实刚才放哪里了？站好了。那车刚刚好像是一上楼梯就可以看到的。看到。一上电梯就可以看到了。所以是讲在这边的。这边吧。喂喂。空港没玩。车嘞？口空没有机，口空先。真的，我们。哎，江哥，其实我没有记 parking 车位喽。我们上那时候自己这方向。他有记。还有记啊？还有记。每次记车很。所以现在讲办，我上来这里了，这方向的队友了。你先。来看到他一上来就。我觉得可能会办前面一点啊，去前面找啊。去摸里面 parking， 一定我记得在你的。不要玩哦，我刚好中这种东西啊。你现在去载给你的。哎，人家的车来了啊，我们接吧喂。200000的，不要玩，真的。中江地的车，你这样不见了，很大驾车啊！现在是突发状况嘞，要跟观众讲一下，现在真的是突发。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讲，我们其实该回啊，不要关过门。突然间，有一点我们的车不见掉了。现在很紧张，现在真的是不能讲话。找一下喽，在那边，可能你记错嘞。你看，重点是这里也没有哦。被偷了，我觉得是被偷了。没有，现在要讲给他交代哦。没有，你 confirm 一定是这一层没有线。对，这边是车队。该是放在那边的。我觉得是这边的，就大概这个位置，我记得。这个位置。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它是放在中间的那一格。我觉得不能啊，现在倒给别人用。所以我现在要。不见真的是不见了。我要跟观众讲啊，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想一下要讲什么。真的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其实没有遇过这种情况、啊。对，老师讲没有遇过啊，卡巴克。现在很感觉啊。去找他卡巴了。找卡巴了。没有，我直接要跟别人先讲一声嘛，这种东西要交代的嘛。要讲些，问些。你现在懂事了。我知道怕，我们都怕，可是我们要跟别人讲一声嘛。你的车，大家一起这样出来嘛。完蛋了，真的。江辉有这样。江辉。我直接要 report 要去玻璃山。拖便利先哦，因为车主嘛，他们也傻眼了，整个车不见哦，没有，真的，全部都傻眼了，真的放在这边呢，不要玩，这边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，是这边，大概，我记得有这样，不要玩，真的，不要玩，没有，我们先去找一份先，不要玩，我觉得。真的啊，真的要打给别尼啊，因为这里没有线了，我们上去打给别尼哦，不然也是没有办法，真的要打给他，送东西要交代的嘛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锁间车是你家的咯，锁匙也是你一个人拿，这样我们讲办哦。真的，其实驾车不是很好的选择，因为你们那每次叫我驾，没有办法、啊。谁家也是要被偷的。对，如果。其他人也是会被偷一样的东西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走上去。我们先去找人。现在很尴尬。现在经过一段时间了，其实我们玩了半小时了。哇，一个人，一个人。他真的痛啊！真的不玩，他真的不痛，不玩，弄不见别人几百千的车。讲真的，是我都哭了。我觉得这次玩到有点大了，我觉得要差不多了啦。啊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刚刚好就好，不要太过分。因为他已经是很心痛了。我们先看他什么情况。别啊，喂。别讲了。我来说。还有你找不到红杆。现在我们要赔很多钱啊！对，经过半小时之后啦，其实该找的都找好了，可是就是没有啊。难，就是没有。因为。这东西被偷了，其实要找也很难。干爹帮我们找哦，真的是被偷啊，认真的。这东西。哎，你不要伤心。Look at this dude。我们一起解决他的事情。对啦，其实。车没有了，对，人没有事就好了嘛。对，车可以再买啊，这种东西。我们去老师跟别尼讲就好哦。现在打给别尼啊。对。车被偷，我们你觉得应该打吗？
也不是你的失败啦，就是其实是关于到我们全部人的失败。对，因为我们一起出来了嘛。没有可能司机错了吗？一定是大家一起就赔了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后面一起包。他也是很尴尬。他也是很尴尬。给你把他车看到像宝这样。真的哦。割到一点点，给他聊啊。上一次我坐他车吧，一点点罢了，开一下吧。他发脾气哦。先宣传。整个车都不见。难搞的。对啊，所以就。我们有一点东西可以讲，我们发现了一点东西。我们发现了一点东西，就是讲，其实刚才我们车已经找到了。不要玩，我刚刚找到了。找到了。有找到。讲真的，不要玩。刚刚应该给我们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其实它是放在另外一边了，你有做梦吗？你放另外一边。因为我们放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帅！不要打线，不要打线，好好好讲，好好讲，好好讲。你要违背你的车，等下又不能怪我。其实，因为我们剪出来嘛，对。可是我们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去载别人，所以就没有事情做喽。突然突发奇想，你看我手在这，你看嘛，至少你还没有哭啦。哎，还要哭啊！我觉得 feel 到还要哭，来，快点宣传，快点宣传！我是想订阅。所以你是谁？大马六哥。What's your name？ 大马六哥，听到没有？要激动死了我！我让他连三个 ，OK。他真辛苦，给他一次啦，给他一次啦，不要这样，给他一次啦。还有，记得 follow 小明的 IG，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我的 IG， 谢谢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，OK， 拜拜。哎。